哇，这个祠堂修得漂亮，新修的。还没修好，两边有老房子，中间这个祠堂是完全重新修过了。哇，搞得这么复杂，好多图案呢。林氏世居，西河世泽，九牧加身。西河世泽，九牧加身。两边的老房子都倒得差不多了，这边还有一点，看一下。门也锁了，关了，房子也比较破了，进不去了，算了。这样看的话，原先是有五个门的，那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祠堂大门，然后那边应该还有两个。这么大吗？雕啊，狮子、龙，这个雕刻也不知道这是啥含义。这是寿星的，寿星我认识。下面是灯。好吧，走了。